主料，面500克，包花半个，辅料，火腿肠一根，盐，鸡精适量。准备包菜，火腿和面，火腿切丁，包花切小，热油下火腿炒香，再下包菜翻炒均匀至八成熟，下盐、鸡精，下面翻炒至熟。喜欢吃芝麻的可以下点芝麻更香。烹饪技巧，炒面容易粘锅，可以在炒时用生粉加点水淋在锅边，就不会太粘锅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